趁着打三折，我从黑店买了五件单品 ：Kiko Kostadinov 二一秋冬的平领燕尾花外套。这件的版型其实是 Kiko 官方复刻了 Macintosh 0003。他本人平常也是经常穿那件 Macintosh 出门。这一次秋冬，他把这件衣服又带回来了，并且增加了更多复杂的剪裁。垂直的微阔直筒版型上增添了后领处的解构和弯刀袖固线，正面的领子也是依旧配有单边拉链。Gosha 滞销了两年的产品 GR Uniform 的领带衬衫，版型比我预想的更加修身，而且下摆非常短。正面的假领结设计以及这个扣子非常适合做内搭，和带有一点慵懒感的 LeMay 真是绝配。Ralph Seaman 二一秋冬的 Runner 靴子，它的灵感正来自于这个背景音乐 Tears in the Rain， 这是《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2049的经典配乐，这双鞋也因此被它命名为 Runner。优良耐皱的黑色皮质，极强未来感的金属银环，脱离了 Adidas 后的 Runner 完全呈现了 Ralph 本人的幻想。新款的后跟改用镂空刀锋战士底，更加的科幻。依旧是来自滞销两年的 GR Uniform 与 Diesel 联名的腰带。 GR Uniform 的第一季与老牌青年文化 Diesel 的合作并没有引起轰动，滞销两年后，二折的价格购入这条渐变拼皮腰带还是非常合算的。Gosha 的青年文化放在今天依旧不过时。Comme des Garçons 与 Salomon 二一秋冬女装主线的走秀款联名，法国出厂的科技防水鞋面加持二一年男女装都大面积使用的轻脑格图案，上脚体验意外舒适轻柔，丝毫没有登山徒步鞋的笨重。又是一双百搭 CDG 产品的黑色鞋款。